告诉你，台长很好玩。为什么？想不想听？我告诉你们，在人间就要随缘。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找到一件黄衬衫，纽子在这里，我坐在上面，这个领子插得太大了，不庄严，不好看。那怎么办呢？人已经到这里了，台长呢就问他们，你们有没有胶纸啊？结果他们很快地帮我找到胶纸，我就在这里一粘，看见吗？啊，胶纸粘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人就是要真实，人就是要随缘，这有什么关系呀？领子敞开，纽子太下面，那叫什么知道吗？一看烦恼，胶纸一沾菩提。